好，大家好，这是 Nexus。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，三人放鞋子。是，今天要讲的是精神科，看一下东西。精神科的会，及免疫学，还是那首先。像是高度成长的心理学之中有福州，高度成长的社会中会有激烈的生活危机，引发出痛失落感，然后造成包括从而来源包括失业率，其实就是这样。日本的工业时代就是这样，它有分有禄，有时候永久保障就。有种保障工作权的企业也因为缺乏用资源，以及那个倒掉，遇到金融海啸，许多的那个企业在那个时段都有这样子的严重的情况。那现在来看这一个东西，它那个东西与生活的压力来源有不同的压力来源，有不同的压力感及压力的来源。那他有说过不同的东西。讲过包括特征，包括 A 型的人格比较容易特征，比如说竞争力、攻击性很强，这会让日常琐碎难得，并且获得神经官的观察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工业化，工业化是大量生产 （mass produce），在大量的生产下，有很多个。很多人必须相信要努力才能成就，这个想法可以安抚他们的心灵，比较不会造成这个东西很头痛，或者是怎样被失去掉自己的关联性。好，那我们就找到这个地方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东西，我就边讲过一遍。李斯特剧这个东西是重点，所以看看我分了特性、疾病及或拮抗这个东西。这个还有另外一个，我做了两份笔记啊，因为它东西太多，破伤风、肝炎杆菌。我就从割一个烤过去，结合杆菌，抗药，重点在这里，13至18长效性的才分裂很久，它分裂期很久，但是它有很耐杀，链座细胞链状排期，它会入侵巨噬细胞。它有复制痨病、初级感染、去级感染就5%，50%会，初级感染就50%会有，5%会有症状。那其他的是会潜伏期在身体上面，isodining prenifer rifampin RNA 抑制 RNA 抑制叶酸，它是 BCG 可以做预防，但它原则上是。不，他说他有2种以上的抗生素，非常麻烦，治疗这个结核病非常的麻烦。然后他在试验这个结核病的方法，他身重要的东身上有重要的锁状因子，然后他要去检测有2种方法，PCR，结核菌的测验，他在手指上点注射到一点点的微结核它的蛋白质，
那如果能够被注射就是有肿起来，表示它有对抗的结核病的能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它就会是 fails 就需要再去施打。好，麻风病绝对细胞内寄生，而且大概在神经细胞、神经末端、神经末端的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做感染。然后神经末梢会被它破坏掉，所以他们那个麻风病，他们有没有办法去做东西？他们生活上有很多困难，他们不怕热，但是不怕热的，他是说他手会被烫伤，或者是细胞会烫死，细胞会烫到痛死要剪掉之类的，很夸张啊！因为它，所以它这个东西会把神经细胞破坏掉。好。放射感菌，兼氧性，但是厌氧下它的发展后，口腔这种东西就常在。啊，它做的东西是拿豆芽球，然后组织，并且处理掉组织。如 penicillin 如阿波司匹林，然后 penicillin 卢卡斯菌，同样具有鼠状因子，引起肺炎，卢卡斯。这个地方，我现在才，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记起来不，没有效力，没有效益，这只是把东西复制贴上而已。哇，我是这样子记啊，可是后来发现太慢了，还是记不起来。我现在还是在找，如果有比较轻松的方法去介绍，轻松的方法去讲给别人听，或者是能够更多东西。好，那我就先讲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观看。